第二主持人佩妮小姐，谢谢各位贵宾今天过来这里，很高兴今天来这里跟你们分享我们怎么样子的排毒，那么还有吴老师呢，我们免疫的李佳老师会教各位基本的排毒的方法。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到底这个排毒这个毒素是怎么样怎么来的？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明病，刚刚主持人也有讲了，那么文明病最对我们生命最有威胁的就是癌症，那么目前台湾大概三个人就一个人得癌症，那我们估计在10年后到15年后大概两个人就一个人得癌症，所以癌症相当可怕，而且癌症跟一般的病不一样，癌症你要长期抗战，而且这个过程你如果是做化疗是被吴老师你可以先做了对不起做化疗或是电疗会非常痛苦，因为我看病人如果是一个抗癌的过程其实是相当辛苦的，那么今天我会跟各位分享说我们其实可以避免，尽我们的方法避免还是可以减少，只要是我们今天不小心，像我在1991年的时候得了血癌，那我那个血癌的话是被判5年内一定会死掉，几乎都会死掉，我有两个主治医师，一个是星光医院的医师，一个是台大医院主治，一个是我的学弟，一个是我的学妹，他们都跟我讲说你去查资料，好，5年后就死了，赶快写移植，所以我那时候一直都写好，真的交代什么都交代好，结果没有死，没死，结果活起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个同学会的，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会，因为我台大的同事都想说啊，因为这个陈医师，陈医师大概快走掉了，大概90年就会走。结果有一次同学会，我们有一个林医师，林春兰医师，我记得很清楚，你来问，清不楚？你怎么没有死掉？怎么还在？我说对不起，我活过来。那么活过来，我的见面呢？今天我会告诉你。告诉你，我会要脸的告诉你，所以你们今天来这里定有福气，起码我们可以避免癌症跑到你的身体。那么，好，话不多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癌细胞。癌细胞看起来很可怕。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台大医院开刀，癌，病人就开癌。拿出来，我就下班了。我开刀完了出来，就走到一个卖炸鸡的，一看说，这个跟我在医院刚刚拿出来很像，所以后来就不敢吃炸鸡。但是也可以吃了，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你要小心就对了。好，癌细胞就是很讨厌，它会有，你看这个细胞多可怕，它会有，我们叫做这个角有好多角。它就是会攻击我们正常细胞不会有这样，它会攻击旁边，会吸收你正常细胞的营养，而且它主要是吸收葡萄糖，癌症喜欢葡萄糖，所以你如果喜欢吃甜的话，你得癌症的机会比较多。好，尤其是你看那个，我们现在都喜欢到西餐那个一起去，好。面包，这里是台湾玉米浓汤，对不对？再来意大利面，做了蛋糕，再一杯甜的饮料，刚好癌细胞都喜欢吃这些东西，所以各位真的要稍微小心，看你如果有 idea， 你有开发，你可以避免它，因为外面我们谈的是讲一讲，但是。我常常跟一些餐厅的厨师讨论，他们说不这样吃就做，不这样照你这样子没有人要来吃，其实他观念不对，怎么会你可以改健康一点点回来。我有一次演讲，辅仁大学有一个教授听我演讲以后，他跑到辅仁大学的厨房跟那个厨师讲说你应该这样做比较健康，那个厨师跟他讲说不然你来做，你来吃。
这样子是不对，厨师你是厨师，你要做，你不能叫人家那个叫师傅你来来厨房做，你当厨师的你就有这种健康的概念去做才对，好不好？好，好，那么每季读书，你每天吃东西你要小心，其实癌症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吃出来的，我每天吃两餐三餐，你吃了是不是可以排出去，会不会留在身体里面，这个是一个重点。那我们身体里面会，我们叫做新陈代谢，什么新陈代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运气，它转了转了，东西可以排出去，但是不是通通可以排出去哦，有的会留在身体里面，你如果吃的东西不干净，你留在身体里面，它那个细胞就有机会变成癌细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让垃圾留在身体，就像我们今天在讲环保说，我们希望说尽量把垃圾一直减量，一直减量，一直减。然后累积不是这样，各位有没有概念？就是我们身体的以前被骂，譬如说我们癌症为什么年纪大点会比较多？因为我们年纪大以后怎么样？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个机器走得比较慢，但是好多人还是一样照样吃。譬如说像我这个年纪的话，应该不要一天吃三餐，差不多两餐，而且量可以减。那我以后慢慢七十岁以后，我现在64岁了，慢慢七十几岁就可以看看，甚至一天一餐都没有关系，就是你可以变，就是你身体代谢没那么好。那么第一个是体温低，体温低主要是没有运动，没有运动，那我。现在的人体温比以前低，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吹冷气，吹冷气，啊，不运动，都是坐车子，还有捷运啊，那台车啊，都这样子，啊，运动不够，运动不够，你身体，我们要靠运动产生热量，靠运动产生热量，你没有运动，你不能产生热量，那么体温就降。那么这个体温是靠什么来维持的？靠你的肌肉。靠你的muscle，所以你要训练肌肉。训练肌肉方法不是那个你在那个健身房那挤那个，那个挤出来是白肉，我们要红肉才对的。像吴老师他身上没有白肉，都是红肉，他体温应该是体温比较高的，这个比较不会得癌症，因为你体温比较高，你比较可以东西排出去。运动不够，一定要做运动，而且要做对运动，不要做错运动。你不是说跑马拉松，跑马拉松的话，慢跑，这个反而肌肉减少，肌肉容易坏掉。哦，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游泳也没那么好，游泳没那么好，反而最好是瑜伽、皮拉提斯、气功跟舞蹈，这个最好。肥胖，我们现在肥胖不用讲的也是很多了，年纪慢慢大了，这个老了，但是你要保持青春最好的方法，很简单，增加肌肉量。这些肌肉不是我再讲一下，不是去那个去举重去那个做健美先生，不是那样子的，就是你要做这些瑜伽，这些我们叫做垂直，叫做伸展的，能够让你的肌肉伸展的。所以这个方法就是瑜伽的方法，不是说保持青春，不是去医美，其他医学美容，医学美容那个没有帮助，那个不是保持青春，你只要健康，你肌肉灵活的话，你肌肉如果不灵活，譬如说你这个大腿肌肉不灵活，这膝盖就会坏掉。所以我们这个肌肉灵活的话。现在你我这样走路，你肌肉也不会坏。你如果这个肌肉没有力量、没运动，你走路这样走，你膝盖会坏掉。所以我在看，我看捷运一看，我就知道，大部分人不会走路。等一下会讲，大部分人不会呼吸。我以前吴老师教你们呼吸，教你们怎么呼吸。大部分人不会走路，不是用膝盖在走，这个不对。你起码你这个 muscle 这边，你会感觉这个 muscle 这边在动，才是真正的走。还有肝肾功能不佳的，那肝肾功能不佳的肝脏，因为肝脏是那是排毒，我们身体不是要排出去，
75%是要从肝脏排出去，啊，20%从肾脏排出去，所以肝脏是那不好的，也容易得癌症。那么你现在有一个概念，哦，速度变慢，年纪大，太胖的人，喜欢吃甜的人，糖尿病，尤其糖尿病的病人得癌症的机会是一般人的3倍到5倍。哦，所以你们吃东西要小心。哦，比如说，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不要说哦，天天啊，哦，吃甜，喜欢吃甜，没事就吃甜，哦，这个要小心。还有我们现在的垃圾食品比较多，这个东西你要注意一下。我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第一个观念就是说如何把垃圾食品丢掉，这个很困难。那我那时候是在我们家 AM 家上面开火，我就一气之下冰箱的东西几乎都丢掉，他看着就很伤心。我说你这个是垃圾食品，对，一般其实这样我们太多的垃圾食品，但是刚开始不会说，你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垃圾食品，就是说你看起来哈，它你吃你看五杂一起小米，你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这个叫垃圾食品，就这么简单。它一包一包保存期限越长的越不好，我给它保存期限5年，还有保存期限永久，它能够在永久之后在里面身体里面永久长成癌症才永久。好，一些菜市场去看，但是菜市场你必定会买的正确的。我那时候带我岳母到菜市场去看，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丸子你不要买，我不是说公车，你要看看那个它是不是在它怎么铸造。有的丸子是很新鲜的，那也算很好，但有些是保存期限比较久，我们就比较不好。我说这个一碗啊，我就跟老爷讲说，你就不要买这个一碗啊，这个鱼可以，鱼很好，鱼我们的三哦很好，切菜我们的呀，你就买新鲜了，不要再买一些奇奇怪怪的。那隔几天，我岳母又买丸子来，我奇怪，我不是说一碗不要买吗？那一碗是可以，不是说不能吃啊。哦，那是这是真的故事，对，因为这不是一碗，啊，不是这个丸子叫做一碗，它这个是花枝丸，那个花枝丸其实以前我跟他讲说，啊，拜托你借我来买，不要，那个啊，那我。其实那个还好，我们最怕零工的东西就是他已经懂了，到时候你根本看不出它是什么东西来，然后一包，好，那个东西你要小心，好，或是我们换瓶装，那个包装太久了，那个东西你要注意，这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还有反式脂肪，反式脂肪是怎么来的？反式脂肪是植物油，它用炸的，用高温去处理，像我们现在吃的奶精。一般人没有概念哦，去喝咖啡哦，一坐下啊，一杯奶精也是牛奶。我以前不知道也是油，它是牛奶，香香的嘛。后来才知道说，不是，反式脂肪。像美国现在已经纽约啦，或者几个城市已经开始规定不能够用反式脂肪给客人。其实我相信这个慢慢会改，像马九铃啊，或是甜甜圈啊，或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你要小心哦，反式脂肪。不健的饮食，动物性蛋白质吃太多，这个会像什么炸鸡啦，或是牛排，或是什么吃东，那这些不便病就跟着来。当然我讲甜食太多，还有就是负面情绪。现在就是很可惜，就是说我们各位真的这个时代快乐的人不多。其实我们就是健康、快乐这样就好，其他通通不重要。有没有当总统？有没有赚大钱？统统不重要。就是你要保持健康快乐，这个快乐不是你想的。我有一本书叫做《那个快乐不要靠自己》，你可以讲。所谓的快乐，是你自己有喜悦的感觉，这个快乐，不是说你去花了大钱，然后怎么样的那个不是快乐。然后也不是说你去买一件啊几万块衣服可以感觉上一种刺激，再来隔天衣服你穿过一次就不想穿了，这个都不是这么快乐，也有这个喜悦感，那才是快乐。这个是我讲的，不是理解，现在知道
你如果保持快乐常常笑的话，那个癌症会减少，而且这几年美国有个大学教授研究，你如果笑的话，心脏会分泌荷尔蒙去杀毒癌，去杀那个肾母腺癌，而且它杀的效果比化疗药品还好，这个都有证明。所以请各位面试要笑，因为我说我一个病人，我叫他笑，有一个牙医师，他来找我啊，癌症，包括你和外国女人一起的，因为我好意思去年找我，我现在怎么我得癌症根本笑不出来，去年十二月找我，今年三月就走了，你都没笑嘛，我努力一点爱笑，他都不笑，所以有些笑的，不给一个医生。他是癌症末期肺癌，他是天天笑，也就是你半年会走掉，他没走掉，两三年还在笑，还在笑。所以，可以，我们要笑的话，要轻松的话，外面世界大战，如果掉一台大陆跟日本打起来，我们照常保持快乐。你不要去管他，外面再很乱很乱，好、哦，这新一路外面一刀被轰子在那边跑来跑去，没关系，我们在家里保持轻松。听我们的音乐，好拉拉一下，好等一下吴老师可以找到一下他拍拍鼓，好来好下一个，这个快乐要学哦，为什么呢？我上次在想哦，快乐这东西为什么大家不快乐？因为你爸爸妈妈不快乐，如果爸爸妈妈快乐，他会传给你，他会教你，啊你不学你，你又不会教你的孩子，说明你的孩子也不快乐。啊我们在学校为什么不快乐？因为老师不快乐，老师不会教你。我最近在把这件事情想了，然后奇怪怎么会这样？后来想到，假如说你开始从现在起，你快乐起来，你负责六个人就好，你旁边六个人把他弄快乐，你旁边六个人个人再去影响旁边六个人，我给你三个月的话，整个都改过来。我们再等一下，我们最后会讲腹部呼吸，其实腹部呼吸大部分都不会呼吸。你用胸部呼吸的话，你容易叫神经纤维，也容易得癌症，也容易脑神经衰弱。所以我常常我都做结眼嘛，你看，每个人都是胸部在呼吸，不会做放松呼吸，然后这个背肩膀很紧，啊，有的背包我们应该背这样是比较偏嘛，背包都背，啊，你如果背包背，你去看，它脊椎是歪的。他只为了背包，他会掉下来，所以他会这样。所以你自己看接应，你自己看，紧紧拢紧，背一背的，都按在那边，而且紧点，快点，大部分都不及格。所以啊，不要背背包，也不会走路，也不会呼吸，他都不会，他也不会出汗，他怎么才能受伤？但是我们经济一直成长。OK，next， 这个等一下我们吴老师都会示范。然后我看着他是睡觉、吃饭。呼吸，哦，走路什么都最标准。你开心来谈一下。到了活动的时间，然后呢，刚刚陈医师讲了很多，加上我们如果因为不适当的饮食或者是一些负面情绪什么，其实你都要需要适度的方法来排除我们的毒素。然后，因为场地的关系，我就是介绍我们一般站的都可以做，我们这个场地可以操作的。然后呢，我有问学生说，那你们来的时候，你会想要听到什么？他们说，当然一定要学两招带回家去教给你的家里的人。所以其实这几招你都是可以自己等一下，我们可以操作一下，然后可以带回去教，就是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左右邻居。那我有一些学生，他们是那个老婆上回去买菜的时候。也会分享给他那些菜饭或一起买菜的那个太太们，其实我都觉得很好。好，这很简单。第一个，我们其实它这些都有一些学理依据的啊。其实我们的腋下这个地方，其实它很多淋巴系统。然后我们其实你一直这样子，人就越来越沉，因为气没有办法带上来。所以我先做一下，你等一下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操作，很简单。那还可以训练手脑的协调，手就是代表你的第二脑。所以有的人手和脑他就不太协调，
所以呢，这个动作是全气比这个腋下这个地方，手往上带的时候，其实气也会往上带。那加上你的手去敲击你的这个腋下这个区域的时候，它也会让这边有一个加压的效果，让你的整个能量能够往上，然后让你的上半身气血循环好。那可以让你这个腋下淋巴的地方它循环好，然后可以增强这边的机能。好，那可以吗？那我们就站起来。对 ，OK， 谢谢你们。好，很简单哦，哈。好，你把你的两个手都轻轻握拳，那不用握得很紧，那只要轻轻打就好了。所以一个手就是往上，对，同时往上的同时打你的腋下极泉穴，对，要同步哦。这手往上的时候，对，那就可以帮助你的这个腋下的地方淋巴循环可以变好。那手往内的时候，就好像拍打工哦，最近也很流行。那其实它就会可以直接从深入去处理你这腋下淋巴的地方。那腋下淋巴是跟我们上半身排毒非常有关系。好，然后你就手叉腰，然后手就虎口的地方捏下去，捏筋。捏筋就是你手捏下去的时候，把所有捏到骨头，把所有捏得到的部分都拨开。所以你会把那些淋巴系统、血液或者一些深层的组织都把它能够活化。所以有的捏起来很痛，痛。对，我通常有的时候是帮人家，你们说愿意的话。所以如果是很痛，就是表示这里有纠结，因为我们中医来讲，气不通就会痛。所以如果真的很痛哈，那如果当然你要捏到骨头，把所有的地方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揉捏整个胸大肌到你胸前面这整块。那如果这边真的有痛，那真的就是有在捏。好，我们换边喽哈，不然只有做一边。好，准备哦，手脑协调。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好，手叉腰，然后一样捏开。那你怎么捏？不是这样捏很表皮，就是要捏到你的骨头，然后把所有捏得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捏，然后揉开。对，所以你捏到骨头，把所有捏得住起来的，它有可能会是血管，或者一些淋巴结，或者一些很深层的东西。那可能第一个是皮肤，然后肌肉在里头，然后筋膜各方面，所以就要往里头捏，捏到胸大肌的整片的地方。好，那这样子你的这边处理好，你上半身的排毒就比较 OK 好，我们下一个。所以这就很简单，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上菜市场也可以拿出去那个跟人家交际应酬一下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呼吸。那陈医师有讲排毒，其实你很好的呼吸就是可以排毒，因为其实就是会有癌症是行无氧呼吸会得癌症。那你如果身体能够有很好的呼吸，你身体有很好的含氧量，那你身体的细胞就不会行无氧呼吸。那呼吸很多人都说我的气都是这样憋憋的，都吸不上来。好，那就是其实你用手，手不够柔软，它也会比较不能呼吸。所以用手，你可以，我先稍微做一下，你就一只脚前哈，像左脚前右脚后，然后呢拇指轻轻扣住，用你手去帮助胸腔扩张，所以就稍微踩在前面的脚，做一个后弯的感觉。所以三个吸气，吸吸吸，然后吐就放松。因为你三次吸气，然后让你的胸腔加压，然后因为手在扩张，所以在吐气，这样子能量就会进进出出，你的整个养分含氧量就会比较大，然后手会帮助你的整个胸腔扩张哈，那这样也比较不会耽误时间。好，那又可以去菜市场跟人家分享。好，来两拇指相勾，其实也不止哦，有时候那个户外活动的时候也可以。好，准备哦，我们做几次就好了。好，准备哦。好，来吸吸吸吐，你们用鼻子呼吸哦。好，来吸吸吸，吐气放松，把气吐出去。来，再吸吸吸，然后吐气放松，很简单哦。来，再来吸吸吸，吐气放松。好，再一次，最后吸吸吸，吐气放松。然后换脚，换脚，再做几次哈。好，这样子才有均衡。拇指相勾，然后把你的胸腔扩张哦。好，准备哦，来，准备吸吸吸，吐气要吐出来哦，小心哦。来，吸吸吸，吐。好，再来吸吸吸，吐。最后一个，好，吸吸吸，吐。好，
好就清楚多了。然后我们就要继续陈医师的部分。好，大家请坐，谢谢。那么刚刚讲饮食，我们就尽量要避免癌症的话，我们的肉就是把它改成鱼，把它改成鱼，因为有欧米伽三，还有其他就是我们吃东西吃，尽量是利用，尽量吃抗氧化的。癌症的病人不是增加，不是用免疫食品。我们现在好多病人说啊，免疫力不好，所以去吃免疫食品。现在知道你如果得了癌症的话，你吃免疫食品的话，可能癌症会更厉害。所以你在吃免疫食品，一定要跟你的主治医师讨论。比如说莲子啦，或是巴西蘑菇啦，冬虫夏草啦，或是那个牛樟芝啦。我有一些病人，他吃了牛樟芝或吃了莲子，反而他的情况变不好。那么这是题外话，你知道说你要从抗氧化着手就对。那么这次这个表很好，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吃它的抗氧化的东西。这青菜你要最好是你不要光是一个颜色，你最好差不多有三种到五种颜色，这比较好分辨啊。比如说红色的啊，那么有绿色的，那么红色的茄红色，那么绿色绿花椰菜、十字花科，十字花科对那个大肠癌最有帮助啊，都是这个。那么芦笋是对肝脏最有帮助啊，而茶树它是抗氧化的。那么黄色的薏米啊，它对眼睛有帮助，有黏有橙对血管帮助。那么紫菜，现在知道紫菜是很好东西，它有那个核藻素，那么核藻素它细胞癌细胞会死掉，而且我们这几年治疗癌症也慢慢是我们叫做与癌共存，而不是快一点把癌症杀掉。我们现在做，像陆北现在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所以你看，癌症你找癌症治疗医生也要小心。如果这个医生一副马上把癌细胞杀掉，你要小心，可能你们会先被杀掉，你会先被杀掉。我就看几个，我说你回去跟你的主治医师讲说，请他温和对待，用温和的化疗来治疗。他的主治医师跟他讲说，没有温和，马上杀。结果他两个月就病人就走了，而且病人不是癌症走了，是化疗死掉，化疗死掉。所以陆平先生争论这个问题，这一两年争论得很厉害。那么我们癌症的医师现在大医院还有很多癌症的医师，他观念还没改。